行啊，这个不是我买的，这个是一个虫友他发给我的一个战神的母虫。他那个公虫呢运输的途中啊，结果冻死了，然后也没配上，一直没配上，这个已经有三个月了吧，好像是出折两个月还是三个月，已经很长时间了。然后我正好有个公虫嘛，拿过来繁殖一下，然后幼虫对半分还是可以的。因为我之前繁殖的那两只战神啊，幼虫才刚孵化，幼虫这个卵孵化期这么长。哦，直接开开，没有粘，怎么样？哎，还活着，但是状态好像不行。还是热的，而且现在天气很高啊，还是可以。哎呀，看看状态怎么样。看着还行啊，哎，状态还可以啊，还是可以。哎，哎呀，味道很重啊。嗯，木屑这个味儿，这只是多大？听说是还有20多克，还可以啊。复节也都很好，重量我感觉没有20多克吧。状态还是可以的，我把它养上两三天，就可以下产了。看着状态很旺盛啊，出折两个月的话，其实也可以。因为我最早的时候2018年繁殖的那一次，那个公虫晚出来，晚了一个月吧，差不多，但是还是正常繁殖了。而且这个母虫出折时间久一点的话，其实它的产量好像还会稍微高那么一点吧，还是可以的。行吧，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啊，简单的录一期这个开箱视频啊。哎，嘿嘿，很不错啊，把它收起来吧。行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点一下这个一键三连，好吧，大家拜拜。拜拜，水视频，拜拜。